欢迎今天大家来到新地会和Novoland 举办的这个企业专题的讲座。Novoland 有新鸿基地产独资发展全力打造，整个项目提供超过4500套房，短短开盘一年多来，项目一销售超过2600套房。项目的第一期已经在今年入伙，买家看到现房 和小区的环境都非常的开心满意。我们一两年前进行这些工作还是普通话这个层次，以提供更贴切服务为我们的委员。我们希望大家在参观示范单位之外，更可通过企业讲座获取最新最实用的资讯。就是本地的一个大学学府的一个就是名额也是增加了，大概可以占的最高的大概四成是外来的一个学生来的。其实我们也看到了，就是从了那个专才计划已经新的一个推广实施之后呢，其实我们看到香港的楼市的租金也升了不少，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一个政策是对香港的一个楼市有受惠的。我们也看到就比较多的一个就是租赁的这个需求，看到了它的最大的优惠是给专才的，也这个力度了，我觉得政府这次真的很给力，它的给的那个就是有专才的买家呢，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吧。香港的学区跟内地的很不同了，要准备去香港读书的话，如果你是想进去这个英文学校的话，准备英文科的要多花一点时间，尤其是其他的学科，比如说地理啊，然后科学啊，香港就是全英文去学，就是一般的中文小学或者中学很多都是用英文去学这个 STEM， 因为比较容易去跟教材去配合。香港都很着重这个多元智能发展，通常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乐器或者是一个体育的项目。我们 Novoland 整个那个交通配套是非常的好，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们跟两个铁路站是很近，然后呢，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就是如果我们去两个口岸，一个是深圳湾口岸，只需要15分钟，如果去机场或者是去那个港珠澳大桥的话，其实只需要20分钟。我们最近经常都说那个大湾区的那个一小时生活圈，其实真正就是这个概念。我们也新增了一支专业贴心的乐活统筹团队 Community and Wellness Team。 自从 Novoland 入伙以来，在短短4个月里已经举办了超过50项不同类型的活动，深受住户的支持和好评。因为我之前都申请了新地会的会员，收到他的 email 啦，咁见到今次都会就住新的政府的施政报告各样嘢咧，会有一个 summary 啦，咁所以咧我就希望过嚟听他哋的 presentation 咧，亦都综合了很多不同方面，由特别是税项方面的资讯啦，咁去俾我哋呢啲去准买家或者去了解呢个楼市更加多嘅。例如了解了 Novoland 嗰個用一個智能手機一個 Apps 去運作啦，即係例如可能開信箱啊，即係停車場出入嘅時候係會更加方便。自己就最中意係最後介紹會所同埋個智能嘅家居嘅咁樣，好新嘅，同埋去對住户都會覺得好方便咯，咁樣咯，所有嘢都係一個 App。就已經可以搞定了，咁樣樣咯。聽下咧，買第二個物業嘅時間咧，個税項有冇對我有幫助？係啊係啊，而家都住緊新鴻基嘅物業啊。因為我對佢係非常之有信心嘅，咁我自己住緊啦，咁交流嘅質素係非常非常之滿意嘅。新鴻基將來再搞港仔係會再參與嘅。